先跟在场的所有的球迷跟所有今天进场的观众们在提前面看，一场比较无聊的比赛，一场比较无聊的比赛，后面的比分差距比较大，没有带出我们工程师本来应该有的激情的风格。第一节、第三节，我很肯定我的球员在防守设定跟战术执行上面的努力，但是毕竟对方的球员是比我们成熟，那这就是我们要去成长跟学习的地方。我们没有办法执行一整场就是很有品质的设定，所以这是我们回去要再努力的地方。第一个，先赞许大家在第一节这件事情。你第一节很努力在做，你很想要把比赛打得好看，你很想要把比赛打得漂亮，然后赢球，所以你第一节很努力的去执行。然后完了以后，第二节没了，第三节进来中场讲一讲，讲完出去，第三节前面好了，然后完了后面又没了。大家你有没有发现，赢球是我们的第一目标，第二目标，各位你们要打身价，对啊，你赢不了球的时候你要有身价，对啊，你今天赢不了球，然后你又把你的身价输掉了，你把你自己的身价打掉了，你辛苦的堆你的身价，从热身赛，我们自己十月多一直堆堆堆堆到现在，堆了两个月，不要一个礼拜一场比赛就打掉了。那这个很重要，所以当你赢不了球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一场好的比赛给人家看，或者必须给人家看到你的 OK 能力在这一边，而不是说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玩各位。然后我们的很大的问题在。今天你要先把想法改掉，先有我们这个团队，才会有你个人。你现在就是团队做一下，快成功了，大家开始就开始想自己了。你第一节没有想法，让大家去执行，分数在上。第二节开始，大家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投了进了，然后完了，每一个人开始干，然后每个人开始 OK 可以单打，然后我可以切入了，完了以后，好，大家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了。第三节我来进来讲一讲，大家要把东西放进去心里面哦。OK， 伦哥说什么什么什么，那我们要开始努力做。第三节出去棒又开始了 ，OK， 分享球、转换快攻、努力防守、包夹、执行、沟通，追到快到了，好像没有这么难，又开始了。追到了，砰被打两格，大家开始英雄主义 ，OK， 来我的，刚刚可以，我现在也可以，又开始打到不要再给别人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，不是针对这场，是针对我们以后要往上走，以后要赢球，我们不能一直遇这种问题，我们不能一直靠一股气势，然后打了，然后打下去，嘣，今天翻过去，明天没有翻就没了，我们要靠稳定的一直往上赢球，所以你们要打到对的方式，为什么？我们前面设定有没有错？大中锋从外打到内，阿成从外面开始往里面冲，成功了，嘉瑞从外面往里面冲，成功了。所以你们要去执行设定啊，我们帮你们设定好，然后大家一执行，我们团队就会上去。然后一样，刚刚看到分享一个，你去把快乐分享给你的队友，你很快乐，他也很快乐，送给顺义，顺义得分，他也很开心。OK， 你也开开心心的回去。但是你要先知道，大家都是没有明天的，你们没有办法设定后面这么远，你要先把当下做好。设定的事情是。我们这一些没有穿球衣的人在做的事情，我们帮你们设定。OK， 今天大家要打，可是你上去你没有得选择，你还是要扑球，你还是要防守，你还是要投篮板。胜因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代豪扑下去的时候，代豪扑下去了，然后完了 Chuck 也扑下去了，然后完了以后国豪又扑下去了，那时候才有胜因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羽毛。这个舞台很不容易，你再打两个礼拜这种球就没人进来了。我说我支持球上面是出来空档，没有人，大家好好吗？不是叫你转换，有一个人遮到缝要拔，然后我要 push 到这个在前面收举着你也拔。
就是很大的重点，要知道怎么打篮球。今天最后第二节结束，那球出来大空场给你，好好的投，当然没有问题。每个都是这样子，不是让大家这样拿了球丢，拿了球丢。在比赛的时候，两个转折点，两个转折点。第一个转折点，嘉瑞切入犯规没被吹那个球，回来掉两分。再来一个七分球的时候，立焕的上篮没进球，然后本来应该变五分，那个球上去又回到二十几分，知道吗？所以在篮球比赛的时候，这种时候很小心，该上去的时候没上去，所以这个时候心态开始大变，那球没进，棒回来被那个球立焕跑回来，马上被丢三分线。所以在这种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两个转折点，你要知道转折点的时候，一转折然后开始，大家开始心态变了，丢了。好，所以你们不是说你们那两个动作，我说你们要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去控制比赛。这时候棒很危险，出回来犯规犯掉，棒不给你攻，大家好好守一个。好，或者是什么缝这种掉了以后，大家好好命令。现在接下来要不要乱丢了，要很小心，分数要咬着，要开始找重点，不是完了又回来，大家开始继续忙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很屌，这是比赛的经验。所以你注意看很多比赛，气势这些东西，会有些东西很奇怪，所以你要去很小心。大家回去思考一下，好，思考一下，然后明天你要把这个功夫拿出来。人总要赎罪，明天把这个罪赎起来。今天大家表现得不好，让外面的人失望，让大家让你们忘一下那一次。没事，来吧，欢迎。Lightning! Set!